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还没有订阅的朋友，请赶快订阅。这次我要分享的主题是帝皇医院九楼。好，大家就跟随我的镜头去看看吧。纽约是鼎鼎大名的艺术之都，街头随处可见各种涂鸦壁画。这次的涂鸦延伸到地面上，位于曼哈顿下城唐人街的著名小巷窄野街，以4851平方英尺的街道，路面最近被涂上了油彩，从远处看像极了一抹彩色的风吹麦浪图。图要完成后，超多人慕名前来拍照打卡，街拍爱好者可千万不要错过。随着纽约疫情持续转好，疫苗接种人数增加，纽约餐馆堂次100%开放，法拉盛酒楼早茶开始恢复人气，很多民众愿意出来饮茶聚餐。这对于已经超售一年多冲击的餐饮业者是个好讯号。Thank you.
全新装修的地黄医院酒楼，不仅具有现代高尚的精致设计风格，而且还有古色古香的传统建筑风情。中午推出广东港式茶点，纯正口味，全新感受。我们就点了一个厨师精选拼盘，八种不同口味的饺子。这道拼盘是看了卖相去点的，味道都觉得特好。鲍鱼鸡粒塔，这个不错，很好吃，咸口的蛋挞，鸡粒很香，配上脆脆的塔皮，另有一种美好的口味。网红推荐黑金流沙包，黑色的包子，应该是用黑芝麻做的，但是没有很重的芝麻味，反而咸蛋黄流沙特别的香，但是原汁也很不错。还有其他的烧麦、凤爪、粥、龙虾、炒米粉、辣味猪头饭等等，享用美食的同时也在温馨的时光度过。
饮食是一种文化，一种民俗，一种情调。帝皇御宴酒楼由香港科班出身的名厨主理，烹制的菜式精致，口感细腻，色香味俱全。今天还是比较幸运的，去了没有排队，坐下之后人瞬间好多。今晚我们就叫了鲍鱼鸡包、招牌蒜香骨、本楼小炒王、龙虾炒糯米饭、蒜蓉豆苗，味道都很不错，特别是肉的香气把整道菜的味道都给带出来了。糯米咬在嘴里真的很 Q， 很有弹性，香气里夹着淡淡的甜味，真的好吃，让人回味无穷，朋友都很喜欢，感觉比想象中的满意。希望店家多搞活动，下次再来聚会。好，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如果你们喜欢就请订阅、点赞和 share 出去哦，支持我大马人在纽约，谢谢大家。